我真正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，我爸乖乖听话。啊，是有念力哦。啊，我讲信贷讲袂叮当，啊，那无安尼啦，妈，你去提醒伊，无得卡卡有效。阿婶讲我诶，是你迄个呢，啊，那变作是我的责任啦。当初嘛唔知影想啊，吵吵闹闹要死要活，一定要嫁给阮信贷。我老阿婆是看你的态度，感觉足感动诶，才叫阮信贷娶你。想知影结婚了哦。啊，无好好啊过日子啊！一个做牵手的，上重要的，就是爱把红色的心挽好掉啦。若放伊死客气哦，管都管袂掉，安尼叫做无用心。哎呦，啊，即摆拢流行鱼钩，敢挂一边的心。啊，对啊，大嫂啊，毕竟丁进的人，那敢鱼钩不放点？爸，信泰无来啦，伊讲直接去餐厅。信泰阁无来啊？什么啦？你是要做这人的太太啊？是的啦，爸。彩霞，你嘛是啊？性命化信泰化袂叮当，啊！你不要甲斗三工哟，奈当悠哉伊想要安怎就安怎。好啦，我来注意啦。亲爱的，这摆日月轩饭店收购，予你恭喜，介绍嘛袂歹。稍等下，也好啊，替你庆功一下。啊，你嘛爱继续拍拼啊！好，我得好好拍拼，把这收购案处理好诶。我要跑，爸，你玩耍吧。不要紧啊。记住比赛。是。行。要跟阿嬤坐公车哦，等下吃饭哦，真的是吃不下去。阿公、阿嬤，我想要找嬤替我去看一件小礼服，啊，就是后礼拜阿嬤有替我安排要跟轻松企业当暑店好心吃饭要穿的啦。想讲伫咧餐厅附近，我袂去耽误着吃饭的时间啊。好啦，辉宏，好去啦。啊，不过你爱记哦，你若讲哦，上桥要人迟到，时间来再来好。好啦，去啦。多谢阿公。汪有芳敢不是信泰的初恋情人啊？啊，伊教我迄个无缘的孙，敢不是二十多年前就出车祸死去啊？遐尼久以前的代志，哪会汹涌搁提起？陈忠诚无代无志，伫我的空嘴抹盐，是啥物意思？是安怎雄雄提起一件这么年前的代志啊？我先跟你讲，当年汪有芳母仔囝并不是出意外死，是去有一个叫做三的杀手害死的。汪有芳有一个阿兄叫做汪有德，伊教我是换贴的，伊亲嘴跟我讲这个故事的。伊讲伊救死一生，把因小妹后生救来，而且甲车拢大。
我一日讲过啦，吴大，你的孙还阁活伫这個世间。若是你想要知影更较济代志，你随时甲我联络哦。既然我要出嫁，那你原本宁静的世界是应该爱有淡薄无同款啦。新台，你过来。你跟你讲。这敢不是，敢不是要替尤芳要给我伊琳翕的相片？爸，你哪有这啊？汪伊琳，民国89年1月22日生，奈五郎叫做伊琳。你家出生年月日都一模一样，有笑脸的，是到底想怎？你母亲不是早就已经发生意外走啊？这相爹变鬼变怪，把你敢创治啊？爸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是啥？你敢来创治啊？是什么事件？是什么人件？无啥名啦，那呢就是匿名信啊，是啥会这么无聊，寄这种批来创敌吧？拄则陈忠信提资料给我，讲的是同一个代志。陈忠信给你什么资料？王有芳是因的资料啦。伊哪有可能有遐个资料？就亲像妈讲的同款，阮爸替信贤找到日月新饭店，伊不好，所以才会伪造遮个物件。然后今麦阁匿名寄这种批，伊根本就神经无正常。信明讲了对啦，陈忠信这个人哦，命啥歹啊，心机又够重，我看。伊是无抢到日月星大饭店哦，超工要创治咱的扣分难啦。可是这个汪依林，那真正是我甲有芳的囡仔，可是伊无死。不信太，这个代志过去20几年啊，你到今麦才反正，我著讲啊，这绝对是恶作剧。咱陈忠信嘛算是有头有面的人咧，伊敢毋只无聊？伊家只资料摕我爸，一定是原因的嘛。邓姐，即摆到底什么情形啊？爸，你是安怎看到手机这么激动啊？煞毋知影恁爸爸哦，较早咧外口交一个女朋友，啊，佫有生一个后生啊，是讲哦，听出意外亡身啊啦。陈忠信不知影倒位得到这个消息哦，传来乱恁爸爸跟恁阿公的啦。可是我跟有芳的囡仔有顺利大汉，伊即马，伊即马一定是死到安尼啦，我唔对啦。爸，你唔知影啥物叫做 AI 吼？即马 AI 都会当做出世界最新的相片啊！我摕到陈忠信给我的资料了后，我就随派人去调查嘞。即摆佫传简讯给我的人，是毋是陈忠信，还是谁伫遐咧想空想放？我拢会摸清楚的。
讲，迄、那个囡仔万不离还阁活咧，安尼变安怎？迄当然想办法甲伊接倒来，甲咱团圆啊！起码只是几张相片尔，你就这么激动？你去用创意，阁创意了这么欢喜，你传出去，唔就去予陈中生笑死？当然要先调查清楚，假使讲信泰这个囡仔还阁活咧，当然要接倒来好好照顾啊。咱母家的子孙哦，绝对袂用伫外口黑白流浪的。这是母家的子孙。温盈盈，这是母家的子孙，是你饲二十几年的子孙。唔管是毋是伫咱这个家大汉的，只要是我的囡仔，我就一定要甲找回来。你伫我甲盈盈面头前讲这种话，你敢有顾虑到盈盈的心情？爸，我拢想无呢，妈对你这么好，你是安怎对伊这么冷淡啊？虽然我有爸爸妈妈，不过我一直跟阿公，若不是因为我，你早就分手啊！无唔对，那不是因为你，我跟你妈早就离啊！吴信泰，还是你的想法，我从来都唔爱咧想。你伫伊个面头前讲这种话，你敢知影自己对伊的伤害造成有偌大？你若真是这么无想要爱我干嘛？你早就讲啊！我嘛要帮你自由啊，让你去外口找些什么房、什么房去离婚啊！我干嘛吼？等去外公当，我嘛改善蛮好啊啦！你是要白讲啥哩啊？我是根本讲唔对啊！爸，我大刚煮你爱食的菜，为你特别打扮，你将来拢唔要对伊笑一下。你对伊这么残忍，伊嘛无讲过一句你无好的话呢。我今麦总算是知影，这二十几年是安怎你对伊这么冷淡啊！盈盈，我甲你妈的代志无了解啊！我是都会无了解，我只是感觉讲你对伊这么公平呢。你对伊这种冷暴力，我是真正看袂落去啊！好啊，他是讲哦。你要去找迄个外口相亲的后生吼，等你们迄天吼，我就不理你这爸爸。你真正愈讲愈离谱啊！你，耶，你竟然动手拍你的查某囝，我你即摆是安怎？只是去互西人，寄几张相片，你规个人就戆去啊！规个人是去你弟，你竟然是拍你的查某囝！伊，歹势啦，爸唔是，爸唔是故意的，你，你听爸讲啦，伊，你给我啊！伊因就是互恁想个安尼啦，你欠教死！爸，连你嘛重男轻女。为着一个囡仔，还未出现的孙，你都无爱你的查某孙啊！你无看伊伊那咧讲话无大无小，会教死了好了。